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比赛已经拉开了战幕。各位通过 PPT 所看到的是 ICC 国际冠军杯美国站的一场比赛的争夺。这场比赛呢是在圣地亚哥进行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身穿红色战袍的罗马队和身穿白色战袍的托特纳姆热刺。罗马一上来踢高位逼抢，效果不错啊。对，他毕竟也有好球，好球，来踢上好手，漂亮，转过身来，再射门，真出界了，漂亮，真快啊！完美的个人能力的彰显，希克首开纪录，这个防线确实是够年轻、够替补、够孱弱了。沃尔摩第一次扑救就没有扑到皮球。罗马刚才这个高位逼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突然一下加速之后呢，让热刺后场的球员啊愣神儿了。你看，哎，看看这也是一个前场的高位逼抢之后形成的机会，就是慢了。哎，扑出攻门，过了。这也是一个防守之间的问题啊，这就看出来米兰特的能力的局限了、啊。对对对，列雷特利用身材的优势，1.95米的西班牙中锋，将皮球是顶入了球门，砸入了球门，这也是一个高位逼抢断球。打得也很快，这脚捅得很妙。看看左边的空档，很清楚。嗯，打得非常快。这个防守啊，很到位啊，速度没慢下来，而且贴住了运行的线路。后来这个解围，哎呦，这是再来一脚。还记得当年有一位意大利的奥运赛，看这一球，这一球，哇天，两个了。2-1，又是列伦特。嗯，有这位33岁的老中锋啊、嗯，这门前嗅觉真好啊，永远感觉不错。嗯，现场呢，看上去热刺的球迷要稍微多一些。对，身边的防守球员到哪儿去了呢？这赛车，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嗯。当时也是一个超级天才啊，有速度，有技术。但是说实话，在热刺的这几个赛季啊，这表现始终是不上不下。嗯，又来了，天哪，又这防守盯人在哪里啊？这个是让小卢卡斯头球破门了。嗯，哎，这球传中传的真妙，球速啊，落点都不错。对，好球，一起合成，哎呦，连续一脚球，小卢卡斯再往边路分，传过来，哎呦。啊，有没有再射门的机会？闪开空间，有了，冲进去了，漂亮！打懵了啊，嗯，这真是把罗马队打花了。对对对，罗马的球迷啊，不忍卒睹啊，嗯。再看这次进攻是一气呵成啊，米兰特又是做了一次扑救，但是这次成功的扑救之后又是丢球。球开起来，直克、好球，球，这就是找的就是他。这个战术其实打成了，对，直克呢没有完全顶好这个球。热刺也累，这也累，对他可能比罗马更累。他换的人首先就比较少。哎呦，直克直接一脚射门，天，很有突然性啊！得亏门将啊准备的还比较充分啊。